吐的就想吃桃子，那这时候也没有桃子呀，那水蜜桃要到6月份才能下来呢，这啥也不吃呗，孩子，啊，啊，吐的，我说这可怜呀，看看吃这个，我这个也不吃啊，哎呦，那算了，咦，我记着我有邻家铺子那个，好像邻家铺子那水蜜罐头哎，我找一下啊，咱有那个。邻家铺子乌龙蜜桃罐头啊，哎呀，我看看真吃的哎，乌龙茶蜜桃罐头，咱吃这个好不好？咱没有水蜜桃，咱吃这个好不好？土豆，嗯，我先吃一口好不好？我先吃一口，你让我吃一口好不好？嗯，嗯，好好吃啊，嗯，给土豆吃啊。嗯，哎呀，哈哈哈，哎呀呀呀，这狼吞虎咽的水蜜桃好吃是吧，土豆？哎呀，这个是零蔗糖的啊，你这小身板也不用减肥对吧？来喝点汤啊，看看，不给喝，给急眼了。好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是你的，是你的啊，来来来来，不给喝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别急眼，别急眼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跟你抢了，你把这吃了。哎呦喂，这暴脾气啊，土豆，